安某是如意家鞋店主，见过几位贵客。小店粗陋，慢待了几位。听闻贵店制作的衫裙，不光绣工精美，设计更是新颖独特，颇受长安官商女眷追捧，以致一群男囚，今日我与阿娘慕名而来，只为定制一套全长安城最独一无二的嫁衣。请贵客放心，不是安某夸口，小店所制嫁衣。 必定是长安城中最美的吉服。店家切莫把话说得太满，我的要求很高，你怎知一定能让我满意呢？我要的嫁衣，既要符合宫中的规矩礼制，又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既要祥瑞贵气，又不能庸俗，老气横秋。要内敛不刻意，且细微处见巧思。 让观者一顾倾城，过目不忘。这些要求，贵店可做得到？宫中的。 谨慎着点，谨慎着点。咱们上服局做的可都是精细差事，容不得你们笨手笨脚半点闪失。你们手里哪件衣裙绣品不比你们的小命贵重？污了皱了坏了，轻则挨顿板子，重则会丢了性命。在上服局当差，就是要手脚勤快，头脑灵光，靠记忆出人头地。 你们时刻给我记着，咱们上服局做的不只是衣服，更是贵人们的脸面。谁能让上头长脸，自己才能有脸。回上服。
嫔妃们换季用的衣裙都做好了，请上服过目。其他的嫔妃也就罢了，杨妃的衣服我要亲自送过去。难道宫中的传言是真的？杨妃要当皇后了？这怎么可能呢？杨妃曾是齐王的正妃，是陛下的弟媳，怎么可能继承后位母仪天下？还不闭嘴！陛下要立谁为新后妻，是我们可以妄加议论的。都管好自己的嘴。店家切莫托大，我家四娘可是荆州都督武士约之女，刚刚被陛下封了才人，不日便要进宫侍奉圣驾。我们选在如意家鞋店定制当日进宫所穿吉服，是店家的荣幸，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全力一试。能为武才人定制进宫穿的吉服，是如意家鞋求都求不来的福气，怎敢怠慢呢？不过刚才小娘子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安某，小店所制衣衫虽然在坊间称得一流，却不能与宫中的华服相比，小店不才，还请夫人和武才人见谅。店家是担心报酬吧？没关系，只要这吉服做得我女儿满意，我们武家愿意出重金，绝不吝啬。只要你出价嘛，绝不还价。安母推拒实属无奈，委实是因为小店的制衣师傅能力有限，所制衣衫入不得皇宫这样的圣地。舅父，舅父为何这般子前还在外人面前贬低我阿娘？子子，你莫听我舅父的，我阿娘的手艺我晓得，我阿娘的手艺世间无双，心地也是最善良的。若我阿娘愿意替子子做嫁衣，子子定会成为全长安最美的新嫁娘。小妹妹这般伶俐，将来出落了定是个好人才。店家这般推诿，难道不怕坏了这如意家鞋的招牌吗？这话要传出去，怕是没有人说你是瞧不上我武家的报酬而婉言推拒，只会说你本事不济，只能做民间的侍养。贵客若不嫌弃，阿兄便让我试试吧。只是我的技艺如若不能入贵客的法眼，那是我的本领不济，届时莫要连累如意家鞋的名声才好。我还是第一回瞧见这么谨慎的店家，贵店放手去做便是，只要是尽了心，若是不成，我也不怪罪，也不会辱了你们如意家鞋的招牌。谢武才人体恤，小店自当竭尽全力。上府，奴婢见您这几日心事重重，不知可是为了杨妃即将封后一事而烦恼？杨妃身份尴尬，后宫历来又最讲尊卑，以前我们对她多有疏漏怠慢，如今眼看着杨妃就成了后宫之主，咱们上夫局以后的日子怕是……奴婢倒有一计，说不定能讨杨妃欢心，将功折罪，既往不咎。何计？即刻为杨妃准备封后大典的徽衣。徽衣？可是目前杨妃封后还只是个传言，陛下并未下明旨晓谕前朝后宫，若此时上府局就为杨妃准备新后徽衣，若是追究起来，这是逾矩的大罪。正因为明旨未下，
这才能显示出咱们上府局处事周全灵活，对新后更是忠心不二。这样，新后才会念着上府您的好处。若等封后的诏令一下，制作徽衣就成了咱们上府局分内之事，还何谈将功折罪呀？奴婢认为，现在正是给咱们上府局最好的机会。此时不为，更待何时？平日里你不声不响，关键时刻倒是个有见识的。你说的有道理，只是这天下第一真安大家早已出宫多年，如今该由谁来执掌这皇后徽衣呢？奴婢卓锦娘请命，愿为上府效犬马之劳。你？奴婢是天下第一真安大家唯一的徒弟，几年前师父辞去上府局大家之位，至今行踪不明，能接替师父衣钵制作皇后徽衣的也只有奴婢这个安大家的亲传弟子了。绣制皇后徽衣非同小可，你可有十足的把握？奴婢有信心。我答应你，若是此次你制的徽衣能够讨得新后欢心，我定帮你坐上上府局大家之位。奴婢谢上府成全。的绣活已经出神入化到这般境地，你阿娘居然还撒谎说不曾教过你，我这就去找阿爷评理。妹妹莫误会，我阿娘确实从未教过我，这是我偷学的。少诓我，偷学哪能偷得这般精湛的技艺？我不信。这有什么？要不是我阿娘禁止我动针线，她又对针盒中绣针的数目十分的清楚，我也不会偷拿一枚钝针来用，影响发挥。你说的可是那根金针，代表你阿娘天下第一的信物？嗯，那枚金针虽然好看，却是枚钝针，很不好用。可是，那是我阿娘唯一不会时时检查的针了，我只能勉强凑合着用。妹妹若想学，我教你便是。可是，千万不要告诉我阿娘。你真肯教我？为何不肯？阿紫若真愿意，便将这茶花绢帕赠与我。日后你若反悔，我便将这绢帕拿给阿爷和你阿娘瞧瞧，让他们罚你，如何？好吧，妹妹既然想要，我便赠与给你。上府，先后会议已经完成，奴婢请上府查验，可有瑕疵？
上府可是对奴婢制作的会衣不满意。你是天下第一真安氏唯一的亲传弟子，怎么就没学到你师父本事的十分之一呢？当年安氏为长孙皇后制作的徽衣，多少年过去了，还让所见之人念念不忘，而你呢？简直是云泥之别。是。只可惜，安大家一心向往宫外生活。当年寻机会求长孙皇后放他出宫，从此宫内再未出现过超越安氏的妙手神针。上府，奴婢一定会尽力修改。尽力，尽力，你只会说尽力。卓锦娘，我看你是努力有余，天资不足，难当大人。依我看，你再改也是无用，只会白白浪费时间。现在能救上府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你师父，请他出山修改这先后会议。可是我师父他已经出宫多年，而且师父早就已经销声匿迹，我怎么可能找到他？这就要问你这个唯一的徒弟了。我就不相信这么多年你没有他半点消息。上府，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你是怕你师父重新出山，你就会离这个大家之位越来越远。我，卓锦娘，我警告你，此时不是抖机灵的时候。大家之位虽好，也得有命做才行。你若是制不出先后满意的徽衣，轻则被治个无能渎职之罪，而重则会被扣上藐视先后的大不敬之罪，到时候你可就要掉脑袋了。我是找到师父，还是丢掉脑袋，你自己看着选吧。我告诉过你了，我是安大家的旧相识，有急事相求。难道这就是你们库迪府的待客之道吗？我说过了，我们府上没有什么安大家。你让开！你不能进去！你真的不能进去！你，我乃宫中女官，岂是你个下人可以拉拉扯扯的？还不赶紧松开！小人不敢得罪女官，可这是私宅，我们府上真的没有您要找的人，求您见谅。我奔波了一日，腿都快走断了，若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会上门来。你休想诓我！人间四月，雨风飞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徒弟卓锦娘，见过师父，多年不见，师父可安好？既然多年未见，为何突然找上门来扰我平静呢？阿叶，琉璃还在外面玩，应该要回来了，你去找一找，让他晚些回来，别让他扰了我和故人叙旧。是。师父慧眼，实不相瞒，先后封后大典在即，林上府将制作先后会议的重任交给了徒儿，只可惜徒儿无能，制作的先后会议不能够让林上府满意，所以今日特来恳求师父救救徒儿，救救上府局，帮徒儿修改先后会议。你忘了吗？当年出宫是长孙皇后的恩准，从此宫中的事、上府局的事都与我无关，恕我害莫能助。当年恩准您出宫的是先皇后，可如今
后宫即将更换新主，如果新后不满意徒儿制作的徽衣，那么徒儿只好让新后想起师父。师父的高超技艺新后也是知道的，到时新后定会下一道懿旨，领师父入宫继续当差。那时候如果师父敢抗旨，便是死罪。卓锦娘，你在威胁我。徒儿不敢，徒儿只是与师父道明事实而已。只要师父能够帮徒儿制出令先后满意的徽衣，便可以省去后面的麻烦，继续留在民间过逍遥日子。徒弟也绝不会把师父的行踪告诉他人。师父，刚才徒弟好像听见你跟一个仆妇提起一个叫琉璃的名字，像是一个女孩的名字，莫非是师父的女儿？师父，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请你为府上的家人着想。十年未见，你的言辞凌厉了不少，更是心狠手辣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我只有一个要求，你要是应了，我就答应你修改徽衣。师父请说。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还有个女儿。徒弟发誓，绝不向任何人提起，若为此事，天打雷劈。如此甚好，将你制作的徽衣留下，七日之后再取，我自会改好的。我还有一句要提醒你，如果你想坐上上福局大家之位，就不要向新后提起我。此次制作徽衣是你一人所为。谢师父，那徒儿就先告辞了，七日之后徒弟再来拜访。慢走不送。师父，徒儿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求师父成全。师父可否把代表天下第一针的信物传与徒儿？只要手握金针，徒儿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上福局的大家。徒儿坐在上福局大家的位置上，是师父的荣光，也是师门的荣光。求师父成全。欲壑难填，一针何用？琉璃，这根金针只是身份的象征，无法运针刺绣。你告诉阿娘，你偷偷摸摸的拿它何用？阿娘不准我动针线，我一时没忍住，想修罗帕。想到这是唯一一枚阿娘不会时时检查的针了，才打起了她的主意。阿娘，我错了，我不该偷拿金针。你是说你拿这个金针绣罗帕？
罗帕在哪儿？给我瞧瞧。琉璃错了，阿娘莫要生气。这个金针这么钝，你竟然绣出这么精美的罗帕。阿娘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学制衣，不要学刺绣，为什么就不听呢？你为什么要惹我生气呢？为什么？为什么上不学制衣绣花，那阿娘就不会打扮扮的，还苦求阿娘教她？别的女孩都要学针线绣花，为什么只有女儿不可以？制衣绣花又不是什么坏事。制衣绣花当然不是坏事。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高超的执衣之术，就是那块和氏璧。女儿啊，你可能明白？阿娘当初离开皇宫，就是因为这身技艺。身不由己的介入皇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阿娘不想参与那些争斗，更不想成为他人争斗的工具。阿娘，女儿啊，你越是天赋异禀，阿娘越是担忧。阿娘真的好害怕，阿娘真的好害怕。这是我的通关文牒。恭迎苏将军。苏将军，那位就是军功赫赫的苏定方将军。阿弥陀佛，将军一路辛苦。一年未见，方丈身体可好啊？将军放心，为了我们每年一度的棋局，老衲也是要身强体健才行啊。请。将军，苏将军请留步。请。请。吁。苏将军，在下裴行俭，字守约，仰慕苏将军已久，求将军收我为徒。我不收徒弟，你回去吧。守约习武多年，只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成为苏将军这般驰骋疆场、守卫国土的勇士。你说你习武多年，那我就考考你。那棵茶树开得正艳，你若能一箭将那朵最高最美的茶花射落，我便考虑收你为徒。我让你五步。是太近了。叫叫叫。叫。
将军，此朵茶花绣的娇艳动人，栩栩如生。裴郎君射出精湛，将军是否再给他一次机会？唉，我让你射下最美的茶花，你却射下了一方罗帕，虽情有可原，但是我们没有师徒的缘分，你还是走吧。苏将军，守约此番来长安是为参加科考，但是守约自由的梦想便是成为一名横刀立马的将军，保护大唐疆域完整，以守护百姓安宁，不再受离乱之苦。守约刚入城便巧遇了将军，在守约看来，这便是天意，这是天赐的缘分呐。将军，请看这株茶花，足有成百上千朵，可它偏偏射中了唯一的一朵假花，这究竟是有缘还是无缘，谁能说得清啊？既然大师说了话，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这几日我一直在这儿，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三五天，如果我们真的是有缘再相见的话，那便是真有缘。不过我告诉你，绝对不能踏入寺门半步。请恭送将军，多谢法师替守约求情。那照你这么说，修改星后婚衣之事尚且不知是祸是福。没有福，如果不出祸事，就是祖宗庇佑了。子嗣天下第一真的身份不曾为库迪家带来半分好处，如今还害得全家大小身陷险境。我们受累是想，可库迪家祖上的几世英名可容不得折损。大郎，你倒是想个办法啊。事已至此，你倒不必多嘴。哎呀，都别说了，赶紧想个对策吧。奴倒是有一策，说出来子子和大郎可别怪我。都什么时候了还卖关子，快说呀。请大郎提前为子子写下休书。胡说什么呢你？哎呀，大郎，你听我说嘛。子子可千万别怪妹妹心狠，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全家着想。子子就算是舍得拖累全家人，肯定也是心疼自己亲生女儿琉璃的。哎呀，写休书啊就是个万一，万一日后杨妃若不能封后，便请大郎拿出今日的休书示于人前，与子子撇清干系，这样就能保住全家了。阿草好像说的有些道理啊，这只是以防万一，若度过此劫，咱家一定还是和和。大郎不必多言，阿曹真是好计谋好手段。大郎这就写下休书吧，跟奴断了关系，便是大郎日后自证清白的最好凭证。心不下的就是你啊，阿娘必须给你做个妥善的安排。你对智医有如此高的天赋，这也是命运。阿娘是时候把智医的绝技传授于你，
让你有一技傍身。这衣裳不是阿娘做的。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阿娘做的？阿娘绣的鸟儿都是活的，会飞，不像这个没有生气。琉璃说的没错，这件衣裳别人做了不满意，才叫阿娘帮他们修改的。阿娘可是要让这些鸟儿都活过来，如果这些鸟儿都活过来，会不会变得好吵？阿娘，我有办法了，不如再修个大鸟出来，让他们也有阿娘管着。女儿啊，你竟然有如此高的天分，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琉璃啊，阿娘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住几天好不好？阿娘要将我送到哪里？你不是喜欢跟阿娘学制衣吗？如果你乖乖的，那阿娘就把技艺传授给你。阿娘您真肯教我？阿娘在家教我不好吗？阿娘让你去的地方是个好地方，你去了那里可以像阿娘一样给别人制衣。阿娘不能跟我一起去吗？安某见过杨夫人，见过武才人。安某今日冒昧登门，是想请杨夫人和武才人亲自查验小店精心制作的吉服。这么快就治好了，快拿与我瞧瞧。这是如意家鞋店为武才人定制的吉服，请杨夫人、武才人过目。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与归，宜其室家。以诗文入绣，制成吉服。的确新颖别致，不入俗套。这首桃夭亦是切题。这首桃夭寓意虽好，可是这吉服上只绣一枝桃花，未免单调，不够喜庆热闹。如果绣一束桃花，繁花似锦，那才是吉服应该有的样子。莫非你们偷工减料，故意怠慢？回夫人的话，一束繁花看似热闹，却没有主次之分，无法让人过目不忘。这件吉服上的桃花虽然只有一枝，却是精雕细琢之作，取一枝独秀之意，会让观者流连忘返，过目不忘。一枝独秀，说得好。在这美女如云的后宫，哪个嫔妃不想一枝独秀？来人，看赏。是夫人且慢，这件吉服的领口和袖口还需按照才人的身量修改得更妥帖一些。我阿娘吩咐我在贵府住上几日，
按照才人的身材完成后续的工作，等吉服全部完成，夫人和才人满意，到时琉璃再扣谢夫人的赏赐。你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即使你阿娘的手艺再精湛，我拿什么理由相信你一个娃娃会制衣呀？夫人莫要看不起我，这点小活我琉璃自是不在话下的。哎呦，这小孩，夫人莫要小看这孩子，她可是天下第一针的女儿，手艺都是她阿娘亲传的。这件吉服的主要工序都是由安氏来完成的，余下的收尾工序这孩子完全能胜任。那日为我量体裁衣的竟是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针。正是。那倒不如既然这样，就让这孩子在吴府住下吧，我也想看看他的本事。你若将这吉服的收尾工序做好，我重重有赏，如果出了差池，我也会重罚，你怕不怕？这点小事有什么难的，请杨夫人和武才人拭目以待。琉璃，从现在开始，阿娘说的每一句话牢牢记在心里。明日我会让舅父送你去吴府，你在那儿住上七日，为五小姐修改吉服。阿娘，您真的让我动针了？嗯，这是阿娘多年积累的织衣心得，把这交给你，你在吴府把里面的内容一一记在脑子里，然后把它烧掉。切记，这里面的织衣秘诀不能让旁人看，记住了。这枚金针是当年陛下和先皇后赐予阿娘的，代表着天下第一针身份的信物。阿娘把这个交给你，以后由你来保管。七日之后，阿娘会亲自去接你。如果七日之后不是阿娘去接你，你万万不可回来。到时候求武才人送你去尼姑庵，寻求佛祖的庇佑，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你是天下第一针安氏的女儿，知道吗？不要，阿娘，我不想去吴府修改吉服，更不要在那儿住上七日。琉璃，不要跟阿娘分开。琉璃，这次一定要听阿娘的话。阿娘这么做是为了你的安全，知道吗？阿娘，阿娘，阿娘答应你，七日之后一定去接你。阿娘，阿娘。阿娘，多少爱恨纠葛，